我说了，我们今天就玩这个新手游，开始吧。好，游戏玩法很简单啊，就传统的这个，应该是2D 啊，2D 玩法，非常的精致哦。我这边有他英雄的介绍，那这些我是觉得很棒，所以我才推荐给大家。然后下面有那个自动战斗这样，然后也有弹幕这样。啊，下面呢我们就直接放弃了。非常轻松的玩法。你升级之后，你可以进行招募。OK，这次就你的手抽。我们就可以继续下一关，把它套上来。这帮一些连手机。这也太衰了吧！这样就可以升级了，所以有些玩法非常的简单。再来呢，我们就会领一下宝箱，那这样就会获得英雄，那就可以去下一关，点击道具进入战斗。哦，我觉得感觉是魂卡，对不对？魂卡的意思。就放一些技能。哇，这音效也太震撼了吧！好啦，这些玩法就这样了，那你就以持续的升级下去，钻月把宝箱给顶起来，可以免费取得钻石金币，点击英雄就可以得到新英雄了，这边要获得英雄样子，哦，整体而言是做的非常的漂亮啊，然后最后也可以扫荡这样子，OK，see you，拜拜。